你的媳妇儿虽然没有资格说，但也是二十多岁跟着你，吃喝拉撒一直都照顾你，是不是？我听说呀，你做生意的时候，人家老爷子就没少帮你。没错，对，我是靠他父亲起家的，怎么了？可我都还给他们了，青春能还吗？ 人家跟你的时候是一个黄花闺女，为你生孩子洗衣服做饭，20多年青春都搭进去了，现在人家人老珠黄了，你说不要就不要了，还跟你前妻好，你的心有多狠呐？你知道你现在老婆心里怎么想的，不恨死你。这是你第二个错误，第三个想听。 你的儿子，自个儿亲生的儿子，你为了和晨曦结婚，你亲生的儿子要和你断绝父子关系，你竟然还答应了？我没有。你默许了，你就这么闹吧，你就是为了弥补20多年前你那段感情，你为了这段感情，你可以牺牲你儿子的感情。我也是一个父亲。 第四个错误想听，想听就碰一下，来。你的儿媳妇，虽然你不认她，你应该还指望一个儿媳妇给你养老送终，给你端茶送水是吧？起码人家以后会给你生个大胖孙子，你乐气吗？你现在非要拆散他们，为什么？就是这丫头啊。 他心地善良，如果他有一点点外星人，哎，你老的时候，人家给你端个茶，放一点泻药，难受吗？小飞不会了，小飞他还善良，那善良的人也有被逼急的时候啊。 再这么继续下去，那可真叫众叛亲离了。到时候，没有人会爱你，没有人会跟着你，就剩你一个人，你好受吗？哎，那就死了算了，真的没意思。那咱俩喝顿酒，你死了，那我得负多大的法律责任？ 还别笑，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活着才难，好好活更难。吴东，有句特别俗的话，我送给你：浪子回头金不换。我就是这么过来的，我蹲了20年的大狱，我现在依然可以坐在这儿，给你上课。如果你这么理解的话。 何况呢，公司是被别人骗走的，走法律程序嘛，对吗？到时候把赃款要回来，你还是个有钱人。振作起来，别让爱你的人失望。你起码对得起这顿酒吧。谢谢，谢谢。其实今天跟你说了这么多。 就一句话，钱不算什么，别让人心凉了。好好过，珍惜你现在的眼前人，好吗？你也别谢我，因为这顿酒饭算是你请的。
下边冷不冷？还行，不冷。委屈你了。婚都结了，演这点戏不算什么。等过两天他们走了，你就解放了。嗯。要是地上冷，就上来睡吧。我把枕头放中间。算了吧。怎么了？把持不住，怕出事儿。烟给我一点。没有。你能对自己好点吗？喝这么多酒起来就抽烟，打起点精神来。你们公司那员工还没有走完呢，都等着你个老板回去给他们发工资呢。哎呀，还是我儿子对我好啊。我不是啊，你别误会，我还等着跟你解除父子关系。梅念，这都是你的。我也不知道你平时穿什么，随便拿了几样。这平时都我妈管的，昨天我回去她根本不管。这都我自己找出来的。那什么，那个，你妈现在怎么样了？你可真想多了，我妈好着呢。明天就准备相亲去。相亲？咋这么快啊？离了你，人家不活了。行了，行行行行行行，我随便一说。爸，咱不学陈世美行吗？
你没那个天分，当不了混蛋。怎么说话呢？你骨子里没那份个性，这面想跟陈曦阿姨好，那面又下不了决心跟我妈分开。现在我妈跟你离了吧，你又惦记上了。我才没有，我是不想让她跟我一起操心。行了，别死撑着了啊，去洗洗，把那衣服换上，屋里全是你味儿。我回去跟我妈求求情，看她能不能让你回去住。妈，去把这些通通全拿走。哎，现在大势已去的时候想起我了，想起这个家了，哼，晚了啊，早干嘛去了？把这些通通都拿走啊，别让我看着心烦。妈，就算你心里有100个、1000个、10000个恨啊，那你也不能这么绝情吧？这不是伤口上撒盐吗？这不叫往伤口上撒盐，这叫痛打落水狗。哎，我得让他知道知道，当初他怎么那么狠心对我的。妈，我是理解你的心情的啊，我是站在你这边的，但是你也不能看天天住陈曦家吧？这也不合适啊。太合适了，他一心不想娶人陈曦吗？住在人家多合适，多方便啊！赶紧的吧。那行，那我就问问你啊，你是不是打现在开始心里就一点也没我爸这个人了？有的时候思念是一种毒药，但愿这世上的情人啊，有的时候思念是一种宝藏，但愿这世上的情人啊，在一起的每一束昏黄，情人如此这样值得爱上，再一次的每一次亲吻，使人没有柔柔情话表达。太棒了，你们唱的太好听了，这首歌网上的点击率一定非常的高。有什么呀，垃圾手！你说什么呢？我们不就是靠花钱刷的粉丝吗？以为谁不知道呢？就这种还能搞乐队，一群垃圾！你早上刷牙了吗？啊，嘴巴怎么那么臭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呀？我朋友就在豆苗网，他全都告诉我了。你们这首歌难道不是靠花钱刷的点击率吗？你胡说！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网站的人。别解释了，太虚伪，骗子，垃圾！你再说一遍！你们俩都别吵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种骗子的歌也能进学校艺术节？你大爷！哎，别打！别打！别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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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豆豆，大叔，你快过来吧！怎么了？天爱跟人打架进派出所了。啊？哎，天爱，天爱，怎么回事啊？真是够了！这个扫把星，大骗子，阴魂不散！你别生气啊，怎么回事啊？还不都是因为你的那些破事儿？什么事儿啊？网站的事儿被别人知道了。
豆豆，你一定要带着这个人来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麻烦你离我远一点，谢谢。是我让他带我来的，就是想说一说网站的事情。我不想听，谢谢你。我听豆豆说，你们的新歌缺少影响力，其实我这件事是帮豆豆的忙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刚好呢，我有个朋友在网站工作。 我就托了个关系，想通过网站呢，把你们的新歌炒作一下，没准能火呢，是吧？你拿了豆豆多少钱？大叔没拿我钱呀，他自己还垫了不少呢。他能有这么好心？大叔真的没拿我钱，那网站的钱都是他给的。那说明这事就是真的了，你满意了吧？你现在开心了吧？学校艺术节我也上不了了。 你让我在学校怎么混？学校方面呢，我会去做个检讨。你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张大哲！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，你根本就不是为了讨好他，他只是你的一个破粉丝而已。你想讨好的人是我，我开心了，我高兴了，这样你就能接近我妈了。你别做梦了，张大哲！ 你这辈子都不可能的，我打死都不会同意。为什么呀，天？因为他不配，他是个骗子。做出这种事儿，像你这种人品的男人，你别想在我心里有任何一丁点的位置。想做我妈男朋友是吗？想做我爸是吗？不可能！ 他会明白的。这什么呀？这是，这都是我妈给你拿的东西，怕你一个人在这生活不习惯，就全给拿过来了。你妈这么说的？是啊，她让我问问你，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需要的？ 不像你妈的手艺了，那肯定不像啊！你就知足吧啊！能你拿了就不错了，你还指望人家在这个时候啊给你叠的整整齐齐的放好啊？你以为是从前呢？这衣服怎么这么歪呀？还是得自己的媳妇吧，除了她，没人疼你。 这些全都是你爸买的？是啊，这都是他买的。本来是要自己送过来的，结果怎么门口没脸进来，又回去了。他进了我也给他打出去，这都什么呀？这都是啊！这都是降火的，你看，这意思啊，就是让您消消气儿啊。这也算是给您赔礼道歉。 真信，给我赔礼道歉，给我送一堆降火的。哎，儿子，你怎么没问问他呢？说你怎么不给我妈买点降压药呢？切，你啊，你这个人，这什么？这衣服也是他买的？啊，那衣服挺好看的，你穿试试，合适不？这一看还真他的眼光，土的要了命了就。你差不多就行了，人家这么多年能给你买回去不错了，你还挑三拣四的。 再说好的开始，成功一半嘛，是吧？成功，成什么功啊？妈，行了啊，知道改就好了嘛。再说那是你亲老公，浪子回头还金不换呢，何况改了回来还能过，你就收了他吧。你等等啊，你说你是个小子，在想什么呀？啊，一会儿劝我们俩分，一会儿劝我们俩和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呀你？ 我是看不了你受这委屈，也看不了他这落魄样。
你说都是亲爹亲妈，我能安什么心啊？这是他让你回来哄我的。是啊，我跟你说，他现在过得可不如咱们。他跟我发誓呢，说绝对不会跟陈曦在一起，一心回到咱们这个家里，支持我跟小飞结婚。啊？哦，合着你在这儿等着我呢？你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怎么就不行啊？当然不行了，儿子，我可以适度的容忍，因为毕竟我想有一个完整的家。但是想让这个晨曦骑在我的脖子上，哦，跟你爸刚弄得不清不楚，完了给扫地出门了，怎么着啊？现在又想把他的闺女派到咱们家里当卧底呀？想什么呢？真以为你妈是个傻子，缺心眼儿你？不是，哎，怎么跟我结婚就成卧底了？儿子，你动动脑子想一想，咱们两家如果真是成了亲家，你爸爸是不是得跟他天天见面？你想他们俩天天见面能有什么好事儿？你妈我闭着眼都知道。儿子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好姑娘她有的是，你想要什么样的妈都能给你找回来。但是就是这个方小飞绝不可能。拿走，都给我拿走。不，你要怎么？你要再说我，连你也轰出去啊！拿走！你怎么这样啊你？我就这样。我妈现在是打死都不能让您跟我爸再联系了，坚决反对我跟小飞结婚。我觉得实在不行，就让叔叔自己去跟阿姨解释吧。解释什么呀？之前那两回合都是我安排的，那东西都是我买的，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相互送东西啊？我也是为了能撮合他们两个人早点和解。我去吧，不能再躲了，我去找你妈，跟她谈一谈。别去了，您去也会被她给赶出来。不会的，放心，我会很真诚好好的跟他解释。您那真诚用在他身上，璇，没准儿我们都是为了孩子，他能理解。来了，谁呀？你好。你怎么有脸来这儿啊你？我能进去说话吗？不能。好，那就在这儿，这个是送给您的。我知道您对我有意见，本来也不想过来打扰您，可是为了孩子的幸福，我觉着作为家长，我有必要过来跟您解释解释。跟吴栋离婚20多年，我从来没有主动跟他联系过，甚至之前我都没有他的联系方式，很希望你能够相信我，我不会破坏您的家庭。你这么说，你以为我会相信啊？你跟吴东相遇是偶然，你女儿偏偏跟我儿子好了是偶然，现在他俩结婚了是偶然，吴东要跟我离婚跟你复婚，这些都是偶然，你觉得我能信吗？这都是你设计好的，都是你的阴谋。您先冷静地考虑一下，如果是我设计好的，我怎么可能让我女儿跟您儿子相处呢？那样的话不成了我的阻碍吗？别再说了，我是不会相信的。哦，现在来给我提这俩孩子的事儿，想让他俩结婚是吗？是的，非常希望我们大人之间的事儿不要影响到孩子的幸福，因为这两个孩子感情真的很好。想让咱们两家成亲家，没门儿！咱们两家要是成了亲家，多方便你跟吴东见面，这一天得见多少回啊？多方便你俩眉来眼去啊！晨曦，你还真当我是傻子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他俩结婚这事儿不可能，有毛病，不讲理。这人也太不讲理了！我跟你说啊，我要不是为了两个孩子，我绝对忍不了。忍不了？就是啊，你说我凭什么忍他呀？这要放在平时，我肯定不答应。不答应？
不是你跟我起什么哄啊？对您摇旗呐喊啊，让您鼓足勇气再去找他。我才不找他呢。干什么呀你？你挤兑我是不是？我之前提醒你，我让你别去，你不听老人言，那我有什么办法？你是老人是吧？行，我听你一次，你说这事儿怎么办？待会儿跟你讲。豆豆，哎，大叔，你最近最好找天爱聊聊，他现在不上课也不排练，成天跑去玩电动。你把他地址发给我，我待会儿过去。天爱又惹你生气了？可能是我之前太鲁莽了，就想对他好，怎么帮他，有些方法不太对劲儿啊。哎呀，算了，我陪你去找他。别，您去了适得其反。谁说的？又不听劝了是吧？行，听劝，我看你怎么办。一把，宣战是吧？好，比就比。赌点什么？随你。行，你要是赢了呢，你买什么礼物我都答应。有钱没地儿花呀。好，如果我赢了，你就要给山区的希望小学捐1000块钱，嗯，一局1000，没问题。我要是赢，任你处置，一言为定。来吧。
还行吧。天，前三局呢是我输了，所以我明天呢就给山区的希望小学捐3000块钱。但是最后一局你输了，该怎么办？你想怎样？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你不是一直对我都有误会吗？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可是这里是见人的地方吗？哎，常小红是谁啊？我老婆。大叔，你还结过婚呢？那上面怎么还放着一个戒指啊？这个戒指是我欠他的，还没来得及给他，他就走了。他的忌日是我的生日。很巧。大叔，你一定很爱他吧？佩服。看你的样子很难过，而且他的墓碑比其他的墓碑都要干净很多，你一定经常来看他吧？我有时间就会过来。大叔，那你为什么不戴戒指？我把它挂在脖子上，在这儿。我是厨师嘛，不能戴在手上。天，我带你来这儿就是想告诉你，这个女人在我心里的位置，没人能够替代她。我不可能跟别的女人发生点什么，因为跟谁在一起，我都会觉得对不住他。所以，你不要再怀疑我和你妈之间会有什么别的问题。嗯，之前是我不了解，对不起啊。没事。这一刻，觉得好神圣啊。要帮忙吗？我，合适吗？合适。我来吧。不再说谎话，爱吧，不贪图报答，爱吧，宝贝别害怕，送他生刺的玫瑰花，爱吧，勇敢去表达，爱吧，放肆着牵挂，爱吧，狠狠拥抱吧，犹豫也许就来不及了，一万次挣扎抵不过豁出去的傻，美好的年华拥有着就别辜负它，爱叫人长大，尽管有泪水有害怕，那都是记忆里最甜蜜的惩罚。天儿，如果我现在说是为了帮豆豆才在网上刷点击率的，你总该相信我了吧？相信，但是大叔，这事不能这么做。
我做音乐最重要的就是诚实。如果连粉丝都是假的，那我做音乐还有什么意义？我明白，所以这件事情我要向你道歉。我就是觉得你们挺不容易的，想帮你。大叔，想帮我们，可以用其他的方式。比如呢？你要哪种？选好了吗？哎，手机让我看一下。要是哪个草莓味的？哎，谢谢。好，几份啊？是，两份，给。好，谢谢啊。来，收钱。哎，你们俩要买到这边来啊。选哪个？啊，我看一下。哎，没错，这个啊。好，谢谢。我看一下手机。谢谢光临。几个？两个啊。好，您拿着。哎，陈老板，收钱。照着十多下去，咱们是供不应求啊。累坏了吧？还好，这办法谁给你想的？天爱啊，起码这么做不违法。嗯，看来你们最近相处的不错，这是和好的节奏啊。但愿吧。哎呀，打算什么时候相认呢？照这势头下去，应该会很快乐。大哲，嗯，我有一个，怎么了？我有一件事儿，想了很长时间，但是需要你配合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？配合？当然愿意。真的？嗯。是这么回事儿，就是这于丽芬呀，她始终不相信我，她觉得就算我跟吴东做了亲家，也会影响到她的安全。尽管我把话都说到那份上了，可是他死活还是不信。我想，如果让他相信我们俩好上了，是不是他会支持两个孩子在一起？怎么了？我们俩好上？啊？让于丽芬知道？真心是这样。我今天刚跟天爱说，我们俩是绝对不可能在一起的，我不能出尔反尔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假的，演给于丽芬看的，不让天爱知道。那如果天爱知道呢？他相信了呢？你知道天爱这孩子的脾气，万一这事没兜住啊，我就前功尽弃了，我就再没有办法去说服他了。也是。我就是担心，小飞跟振宇真的闹出矛盾，再分手了，我会很愧疚的。真心，我真的想帮你，但唯独这件事情，你知道我费了半天劲，我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接近天爱，我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，你能理解我吗？能理解。能理解，要不换一个人，那个孙万斗。于丽芬要信就怪了。妈，回来了。啊，工作找的怎么样？还没有呢，不过今天去了几家公司应聘，感觉还不错。他们往回家等消息，应该过两天就打电话了。哎呀，那就好。振宇呢？你跟振宇怎么样？哎呀，您就别操心了，我们俩挺好的。赶紧睡吧，累一天了。
散出去看看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小飞，哎，小飞，你怎么了？大半夜的，没事吧？这，没事，没事。